哇，我们那个唱一首什么歌呢？唱一首。哇，这个镜头是正常一点了，我的天、啊！刚刚一直没有这个镜头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终于有个镜头正常了，我真的，我这边也不敢看，那边也不好看，哪个镜头都丑。啊，这个镜头正常一点了啊！来来，你俩在干，干啥你？你俩干啥？啊，唱什么歌？唱个对唱吗？你俩唱对唱，那你俩。不能下场，我必须在台上。那我们萨克怎么对唱吧？我们萨克怎么对唱？来，那你说。这，萨唱什么？这个镜头，来，我们萨唱。诺言，苹果香。诺言，我们萨唱诺言，你能唱上去吗？唱不上。有点高啊。行，唱诺言吧。我上前边。你降一个调给他。对，降一个调。来，准备好，诺言送大家。你俩啥先来？准备好。无奈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。你我不能冲突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你左右。Come on， 等一下唱万疆，我和我的祖国，一会儿唱好吗？恐怖，那样子好恐怖啊！真的好恐怖，不能看他。哎呀，好害怕！我在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。你我不能冲突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所有。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圆，破碎的美梦，留它有什么用？人在风里，人在雨里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。你我不能冲突，不能停留，不能抗拒命运左右。就这样松开寂寞的手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过来，他抱你呀。我怕，好软的。他的样子好可怕。你不要看他的脸。不是，他故意吓我。他吓我。来，我们好了，一首诺言送给大家。你为什么搞这么狰狞呢？啊，吓到小朋友了。你们怕不怕？啊，小朋友不怕啊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怕？怎么就我怕？啊？好了，屯屯跟杨浩都是下午2点钟开播啊啊，对不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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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明天下午，后天下午2点，杨浩。然后呢，你就是6号下午2点，你怎么就播一场？不行，继续播。2点，6号下午2点开播，屯屯啊，好，来，两位休息一下。谢谢大家。来吧，那我唱一首《万疆》吧，好不好？来首《万疆》，好不好？是非对错已太多，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，混合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，不计较后果。理由100万个有漏洞，快说吧，说破以后最自我。事后爱不爱我，理不理我，关系这结果。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
说我要一枕头再来过，男等女等都不要再等候，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。谢谢一首哇哇哇哇哇哇，两位真的是啊，真的是魅力四射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的旺旺和美西呢，这一个国庆呢，都会也会在我们长城野生动物园，哎呀，有表演。我们是几点？美西？我是4号、5号下午两点。4号、5号的下午两点钟，锁定美西的直播间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美西，带来什么节目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我们旺旺呢？我是3号、4号上午的9点半。上午9点半啊，在这边直播。然后我们他们的首歌呢，我觉得很有意义啊，今天唱很有意义。让我们先有请。声音大小可以吗？喂。来来来。啊，来，让我们有请姚总上场啊，来，姚总。大家好。哎，姚总。节约好。啊，您是这个常德野生动物园的董事长。那就不说董事长了。那是什么？不管，不重要啊！把领导来这样子，听说您想唱一首歌，你要拿话筒呢，近一点点啊，不然没有声音啊，好不好？近一点点，来，想唱首歌。听说这首歌呢，不光是送给父母的歌，也是送给祖国的歌，对，是不是？祖国也是我们的父母嘛。来，那我们就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阿爸阿妈。阿爸阿妈，那你需要做？算了吧，我就不做了。你这个我想要做算了，我不做了。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你，还是你需要伴舞？伴舞呗。啊，我伴舞啊。你舞跳得这么好，不伴舞怎么行呢？那我就扮你的扮角色行吗？我能扮角色吗？可以。表演角色。上次我在深思的时候，我扮了刘根人的妈妈，然后呢把我自己整哭了。算了吧，我还是不扮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告诉你，你上次你埃及生育的时候你唱哭了这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我唱哭了。你看了？对。你的话筒近点啊，不然听不到声音啊。来，那行吧，那就我就扮你的啊。不是，算了，就是了。那我做妈妈了啊，我坐这里了啊。啊，我坐这里了，行吗？不好吧？那行，那我这首歌不好伴舞，你知道吗？阿爸阿妈，我是怎么跳呢？我刚才不好跳啊，这个舞啊，咋跳啊？你说跳舞就我就不会了啊？跳舞我就不会了吗？我的意思，你要我给你伴舞，我伴不了，这个怎么办啊？那就开始唱吧，不伴舞吧。来，唱。那就帮唱吧。你的调我唱不上去。来，这首歌送给谁？可以送给祖国，送给爸爸妈妈。好。啊，不，你怎么不唱？给我温柔的家，太阳一样。一样的爱呀，让我长大长大。阿爸妈，我心中的菩萨，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，让我走天涯。我的阿爸，我的阿妈，还有说不放在心里话，就像满天的星星呀，闪耀着你对我爱的光华。感觉你的哽咽了啊，要哭了啊！我看见你唱这首歌已经哭过。你哭过啊？你啊，
感情有了是不是？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感情了啊、哦！来，继续。阿爸妈，我心中的菩萨，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，带我走天涯。我的阿妈，我的阿妈，还有数不完的心里话，就像妈的星星呀，谁要多你的爱的光华。我的阿爸，我的阿妈，还有说不完的心里话，就像妈星星呀，谁要做你的爱的光华，谁要做你的爱的光华。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姚总啊，今天来献唱一首啊，非常好听啊，来，掌声送给姚总啊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所有主播上场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《我和我的》啊。那个张小佳和那个雪碧再来一个，来，张小佳和雪碧再来一首，来。但是你们两个，张小佳和雪碧来来，那个姚总唱完就拜拜走了，姚总唱完就走了。来一首融合的歌，啊，融合的歌，融合的歌，啊，来一首啥？什么歌？抒情啥、啊？抒情歌也行，抒情歌行。来了一阵子，今天是不是没唱？唱了，唱了，唱了，刚刚唱了，他唱的，唱的 DJ， 就他唱的、啊、DJ， 知道不？苹果香唱了吗？苹果香好像大大唱了，没唱、哎、哦，没唱吗？今天还没唱，那我们唱苹果香。苹果香就留给你俩唱吧 ，DJ 版来，准备好原调吗？得降个调吧，好高，降三个调吧。啊，三个调，真的是，降两个调吧。你一个人唱三个调，你一个人唱，啊，两个调啊，来，不对，就这边，这不好看，丑死了。来，苹果香，准备好。哪个镜头好看呢？啊、这个镜头好看。行，我们就对着这个镜头。准备好，你说苹果香送给你们。好，扬起声吧。三二一。歌唱，单纯的相逢，平凡的晚上，我就在那个时候傻傻的等到了天亮。月亮坐着，你枕头上的羽毛，亲吻着晚风飘啊飘，啊，飘到了我心上。好听吧，谢谢家人们为我们加分。流星千里海传来，八阳青山吗，阿里克桑德勒面包房，猎霸出路冷吗，
南苑路上是舌尖上的故事啊，你让浪迹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。儿时的万花筒里有野鸽在飞翔，这让我想起二哥和他心爱的弹弓手，湖蓝色的云墙我生命里的陨落，他都在哪里给我的爱叫我永生不忘啊。心中有个地方花香都是我的歌，儿时离开你春风花开时，如今往事远了模糊了爱，我却忘不了苹果香。谢谢。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唱的这首歌没有激情呢？是因为降调的原因吗？降调的原因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咱们一起啊、看看。我想给大家再唱一首，我的中国心啊，我的中国心有伴奏吗？看一下，我的中国心，好多人在公屏上打这个名字啊，啊，歌名来，那有我的中国心吧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女生版的伴奏？邓文，可以吗？来吧，来，伴奏大声一点点啊，来。我的中国心送给大家，送给我们的祖国。何时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，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千金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心中你扬起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中千金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心中你扬起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好，一首我的中国心送给大家，送给现场还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送给我们的伟大的祖国母亲啊，祝我们祖国75周年生日快乐。来，
接下来就像五十六个民族吗？爱我中华，你真的是爱我中华。有没有那个不是民歌版本的？有没有看一下？这爱我中华，你在那里？五十六个民族，你真的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全是高音啊。对，那我唱不了啊，我这高音唱不上去啊，这样子。我和我的祖国，我想跟着我们的所有主播们最后一起唱啊，家人们，啊，好吗？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你能唱上去吗？跟我降两个调。那那个就是民歌版的也没有音源，老板。唱不了，唱不了。红日。红日啊，还有什么歌来？看看你们点了什么歌。歌唱祖国，精忠报国，精忠报国吧。如果男生的版本升三个调啊，来一首精忠报国送给大家。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这么低吗？这没声调啊。他这个是位置歌手。什么位置歌手的升三个调。冷眼睛来，冷眼起江山北望，几卷马场似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恨见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终孤埋骨他乡，叹息血怒与血泪满眶。马蹄难驱人悲望，人悲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家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。奈何感谢从容面对，狼烟起江山悲望，几卷马场似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恨见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，河西白丝保家国，人叹息血沐浴血泪满眶，马蹄难驱人悲望，
人被狂草心慌尘飞扬，我愿走屠夫铠甲，堂堂中国妖容四方，奈何马蹄难驱人被亡，人被狂草心慌尘飞扬，我愿受屠夫铠甲，堂堂中国妖容四方，奈何谢谢这个不应该一直都在这里，你也在这边啊，好看哦，唱这歌好真好听，这歌才适合我，真是来吧家们，那今天既然是今天也是他们说摄影。